欢迎各位光临我新开的超市，一起来逛超市。大家好，我是店主小麻薯。看看，这是我刚开的超市，今天是第一天营业，欢迎大家来买零食。欢迎我们的第一位顾客鼠鼠。鼠鼠，我今天要买什么好吃的呢？先来一个饭团吧，再来这边看看，这里有我最喜欢的草莓牛奶，还有肥宅快乐水。冬天我也想任性的吃个雪糕。再到这边来看看，远远看到我最爱的薯条了，全部放到购物车里，推着去结账喽。你好，请问可以刷卡吗？当然可以，请刷卡，共计消费18元，欢迎下次光临，带着零食回家喽，嘿嘿。门口还有娃娃机耶，不过零花钱不够了，下次再来吧。小麻薯超市为你提供最好的购物体验，欢迎您的再次光临。